常特别的一年，因为今年是我们高峰汽车成立的第十周年，不但拥有两间大的店面，还有三个部门，经销阿法罗密欧以及菲亚特的新车，还有我们的平行输入外汇进口车。希望我们业绩一样蒸蒸日上，预祝这两间公司能够明年赚大钱。就当大家安尼输掉风头大店，高通永威车业非常的相挺彰化汽车工会，越来越牛逼！谢谢高通汽车还有永威汽车热情邀约，生意已经够好了，明年要更好，好上加好。你点叫